天要煮这个白菜汤，鱼瓢白菜，还有这个有放一些鱼瓢、海参，这个是干贝，一个猪大骨，还有一些虾滑，还有白菜煮汤。OK， 我们第一道菜是煮那个鱼瓢白菜鸡汤啊，是不是？不是鸡啊，大骨。哦，大骨，你可以用排骨啦。猪大骨啊，哦，是鱼瓢白菜汤啦。OK OK， 要改一下。那第二个是洋葱鸡丁，我们先煮那个鱼瓢白菜鸡汤先哦。我先把这个海参去一下腥味哦。这个汤也有放海参的哈。一点啊。一点海参哈，哦，都是。你看，那边的观念呢？我拿一点酒。OK， 现在没有我们的海参哦，海参要跟它去掉腥味。Hello， 伊林哥，你好，你好。OK， 我们现在海参要跟它去腥味啊，去掉腥味。放一点油。我们放一点油。来桌子这里去。可以可以。Hello， Lucy Lee 你好。Hello， Alice Teo 你们好。快点姜片啊。妈咪。嗯。来这里去。我那边很窄。用紧弄位置，这边可以放啊。人家现在没有煮的，可以放在这里去。来桌子去。好，所以我们去腥味要用，主要是要用那个姜片，哦，我们的那个青葱啊，对，的那个头子，对啊，青葱、姜片。OK， 然后我们放油在那个锅，然后我们就要让它爆香一下。Hello， 杨雪英你好。Hello， 李阿威、傍晚你们好。Hello， 大家好，大家好。这个会卷吗？嗯，会。啊？会啊。这可以用在这个了哦。这个可以什么点料都可以用的嘞。啊、有一个，有一个硬硬的。没有，是讲这个锅会热吗？放在这个。这锅啊，会啊。啊，会哦。嗯，等一下，我们没有 try 过。有啊，会。哦，会啊，会，听到油的声音了。这可以用铁铲的嘞，这边有个铁铲给你。啊。很潮啊，铁铲。啊，这可以用铁，拿来、啊、拿来用哦。啊。可以用，拿来用。可以用，就外面呢。Hello， Janet Lim， 你好，你们好。Hello， Nancy Chan， 你们好。打得很潮哎、欸。用紧了，就是要给人家看你刮那个锅嘛。这锅哦，这个片啊，用这个刀刮都可以的。因为你讲话你就不要刮啊，哦，不然听不到。哦。把这个海参放下去。海参放下去。放点酒去腥，去腥。通常海参都是这样啦，要去掉那个腥味哦。嗯。这鱼瓢也是可以放下去啊，鱼瓢我有镇水的啊。
OK， 鱼瓢也跟它放下去，跟它炒一下哈。然后放一点水。那我们放一点水进去。Hello, Francis Chin， 你好，谢谢你的分享。这个锅怎样刮都会刮的哦。这个炒螃蟹也可以，煮什么东西都可以的。这个锅怎样都不会刮的、啊，你看你刮有没有看？这个是三零四的杠，而且它有两个针的，很好用的。我拿来steam 那个 OK。哦 ，OK。这个可以放几三层也可以。哦，可以放三层，等一下盖。你上面可以蒸东西。哦，这个是 honeycomb 的锅哈、哦，这个锅是那个加厚的那个304不锈钢哦。这个304的。304的不锈钢的锅哈、哦，你要讲用炒螃蟹啦、炒兰啦这种都好哈、哦，都可以、啊。它不会刮花的。它不会刮花。不是，它不是真正的这个 non-stick 啊 ，non-stick 是那个每次我们用的哈、哦、，Margaret。那个我们每次用的那个百万锅，那个就是真正的 non-stick， 这个哈、哦、是这个是不锈钢的，就是那种哇你炒粗鲁啊那种螃蟹啊这种刮来刮去这种它不会坏的。好、哦，你看我妈妈拿个铁锅铲在那边刮刮刮，这个是100块哦，100块有送两个刚才那个 steamer 啊，你看这样是一套，妈咪拿那两个。是 offer 嘞 ，offer。啊，这样是 offer 才有啊，平时他只送一个哎哦，现在送两个。拿来蒸柜，蒸鹅柜，蒸啊，这样一层两层蒸。我那次拿来蒸鹅柜。OK， 这个是那个 steamer， 单 steamer 哈、哦，每一个本来是25块的，不过现在你买它没有 offer 哈、哦，100块它送你那两个 steamer 也是，好、哦、跟那个锅铲你可以选你要铁的，来给他们看那个铁的，还是你要那个 silicone 的也可以，你可以选呐、啊、哈、哦，100块就是锅铲选一个，然后 steamer 两个 steamer 送你，然后跟那个盖跟那个锅，这样子是100块，好、哦，这个是免油的。不用怕刮花、哦。你如果是会 online 还钱是免邮的，我们寄去你家哦。如果你要货到付款，要加多5块钱，哦这样子啦哈、哦。所以今天就用这个锅，把水倒掉。把水倒掉啦。哦，所以你们这个不是真正说什么不粘啦、啊，它是可以不粘，不过你火要热啦 ，OK？ 你要不粘锅，你要用那个这个 bubble color 的，这个青色 bubble。加厚304不锈钢。哦，这是加厚，也是 hockey 的啦、哦、你看也是 hockey 的。它有写 non-stick 啦，但是要热油。对，好、哦，它有写，不过你这个不是那种真正的那种，很像刚我们那个百万锅、哦啊、是 non-stick，non-stick 是这个，好、哦、，non-stick 是这个 bubble 的，这个百万锅是真的 non-stick 啦，但它不可以太暴力啦、哦，不可以拿来煮螃蟹这种啦、哦，你要那种真的是打不坏的这种，刮不坏啦、哦，你要这个 honeycomb 的，好、哦，给你们看一下里面这样。好、哦，这种，哦，你看看妈妈怎样刮哦，都是这样的 ，OK。这种哦，他讲用刀刮都会刮的，用刀刮都会刮。你这样那些大姐看了心痛。会刮的，看老板你跟我讲会刮的。但是声音我觉得，啊，但是声音轻人怕、啊哦。妈咪，这个是很重吗？啊？会不会很重？这个、啊。也不是很重啦，你看一只手可以拿得起来。刚刚妈妈好手动过手术都可以啊，一个手可以拿得起来哈、哦。来一张纸给我。OK。抹一下。抹一下啊。啊。刮过来，抹一下。32cm。有没有黑黑出来？没有啊。没有黑黑出来哈、哦。32cm 啊，32cm， 这个是32cm 哦。啊。32cm， 这个它是32cm 哦，32。它还有一个锅盖一个拿给人家看，妈咪锅盖，哦，妈咪那个火很大是吧？我关掉先，啊，还有一个锅盖，来走过来啊，锅盖也是可以站住的哈、哦啊。对，可以站住。可以站住的，哦。可以站住。哎，你没有放好。哦，这样哦。它也是可以站住的哈、哦。Hello, A Lim， 你好，你好。给他冷一下，刚才烧。OK， 冷一下，刚才那个火开很大。没有，我放点。现在降温了、啊。你现在要煮什么？我煮汤。我现在要煮那个汤，我慢慢用这个煮汤啊。啊，这个可以煮汤，这可以拿来炒螃蟹，可以拿来蒸东西。这边有汤。好，可以拿来蒸东西都可以，好都可以。我拿这个小的上汤哦，不要浪费。啊，我们下午也煮那个上汤，你没有上汤你就没有放猪骨啊，这是下午的上汤。啊，这个是猪骨的上汤啊 ，OK。Hello， 李莲你好。
哦，这个是猪骨哈，妈咪。啊，对。猪骨的上汤哦，而且这锅很快热的哦，很快热的。水多少你们喜欢哦？哦，水多少你们自己喜欢、啊、自己拿捏。看你们要喝多少汤呢？然后自己拿捏。欸、我们现在要煮那个白菜啊，鱼漂白菜汤啊，里面有加海参啊。我这个猪骨已经烫过了哦，烫过了、啊，要用水烫过的哦。烫过，有烫过。我有放这个干贝，也是洗清洁了。嗯、啊。有一点黑黑的要拿掉哦。嗯，放一点干贝。这鱼漂汤，新年你们可以煮啊。这个是我们潮州人都会煮的啦，新年的时候。啊，潮州人都会煮的，然后新年的时候。白菜鱼漂汤，鱼漂可以放下去。鱼漂，刚才鱼漂，我们有去腥味啊，用海参也可以放下去、海参也放下去哈、哦。这个海参是什么海参啊？我们的哪一个海参？对，我们的斯里兰卡的。斯里兰卡的海参哦，这个海参。这个菜等一下才放了哦。嗯，这个海参是我们之前卖的那个斯里兰卡海参，然后就给它盖住。给它去滚了好了，我再放这个白菜、鱼圆，还有一点虾滑，还是肉碎。你们喜欢这种肉圆也是 OK。那么这个虾滑你有放什么呢？我还没有放，还没有调哈。我会放一点盐、胡椒粉。好，放一点盐、胡椒。这个虾滑是你拍碎它。对，拍碎。用虾来自己做虾泥。这个是虾泥啊。这个蛋白半一粒。一粒蛋白。对。盐跟胡椒粉，然后就跟它这样搓，因为重要是要给它有那个粘性哈、啊，它才会一粒一粒哈、哦、这样子。这个新年你们吃火锅也可以这样自己做啊，做虾滑。好，自己做虾滑哈，虾滑火锅也可以用啊哈、哦。等一下你们有没有去吃外面的海那个？那个火锅店他们有这种虾滑哦，你也可以自己弄一弄，然后弄一弄那个虾滑，放汤非常的好吃哦，小孩子都会喜欢吃。好，跟它拍碎了，加胡椒粉，加盐，然后可以加这个最后才放啊，可以加蛋白，哦，这个最后才放进去啊，最后才跟它加进去，好，最后才加。放这，等一下最后，等一下最后我们才放进那个汤，好。可以放在这边煮。你要放在这边煮。你要煮下一道菜啦。对，要给它滚吗？要煮多久这样？等到水滚哦，差不多煮十分钟最少。煮十分钟啊。十分钟先等到水滚，我再放那个菜，还有鱼圆，还有虾滑下去。OK。这是什么？这是下一道菜。这个下一道菜。哦，可以咯。放在这边煮了。OK， 要你开火了，慢慢开火煮了。好，看有没有人问问题？有加粉吗？妈咪，你有没有加太白粉？没有，没有，没有加太白粉，没有加粉。因为我放那个蛋白。因为我们放蛋白了，哦，加蛋白了。加蛋白它就有粘性了哈、哦、，Hello Sally Lim 你好 ，OK 有加蛋白它就有粘性了哈、哦，然后这个就刚刚放在旁边煮个十分钟哦，煮十分。这个哈、哦、它有两个手柄的，这样有多一个手柄，你拿比较容易。OK、哦、这个锅有两个，那个你看有多一个手柄哈、哦，多一个手柄比较容易给你们拿，这样子拿，哦拿过去那边在旁边这样煮 ，OK 这样跟它煮一下，对。开中火啊，这种。开给它滚了就中火了。现在是什么大火还是什么？这个中火了。中火啊。已经有点滚了吗 ？OK。OK， 现在我们要煮我们的下一道菜哦。这个是鸡切成一块一块哦，鸡丁这样。鸡丁啊。嗯。OK， 我们第二道菜叫做洋葱鸡丁。放一点调味料。我们现在加一点调味料在那个鸡丁里面啊。
点酱青。酱青。这个是蛋，鸡蛋白啊，鸡蛋白不是鸡蛋全蛋啊，但是我没有放到完了哈，我放两汤匙而已。两汤匙。Yeah, 对。酱青跟那个蛋，鸡蛋啊，两汤匙、啊。对，一粒我只是放两汤匙下去。一粒里面放两汤匙进去。Hello, B 宽你好。OK, 再一点薏米粉。旁边那个小妹这把刀有没有卖啊？是的，是红色的。啊。有啊。有卖啊。这个老板讲有。他没有。我们试用了好，我才卖。这个重量差很好的。哦、OK, 这个刀、哦、我们还在试用、啊、会带进来啦，好用我们就会带进来、哦嗯、还没有 confirm、哦、因为我试用先试的好用你才带进来，你不是三档我们也试在穿，对啊，对，还没有卖我们会跟你们讲、哦、正式跟你们讲有卖、啊、等我试了好用你们才用，我们先 try 先看好不好用。 OK OK, 这个现在我们跟它搅拌它就只放鸡蛋跟那个酱青、啊、对，酱青还有薏米粉啊，玉米粉、嗯、OK, 现在开火，等一下我们开火 开多大那火、我先开中火啊、嗯、这里没有一条东西在里面、嗯，我们现在开中火，放油下去，放一点油，加一点油进去。这种不粘锅哦是好啦，热不热？小孩子都会用的，就要不知道他们煎蛋也是可以的。哦，这个锅不用热，煎蛋不用过，可以砍鸡鸭吗？可以，那个有重量，一点点重量、哦。如果你是讲刚才那个大刀哦，那个砍那种。大个刀哦，那边那种刀叫什么刀啊？这个啊。啊 ，chopper 啊，是飞机铁做的。当然可以，当然可以。飞机铁做的。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这个可以砍鸡、砍鸭。有一点重量哦，砍东西会比较容易。有一点重量比较容易砍东西啊，当然是可以啊。这个可以砍鸡、砍鸭，是飞机铁做的，来点点的。我试了好用，你们才用啊哦。都好用啊。是不错，很好用，砍鸡很鸡腿很容易这样。我妈妈讲砍鸡、砍鸭、砍鸡腿很容易啦，这个、我们有带进来卖了，跟你们讲哈、哦，现在在那个试用期。其实我是本身我很喜欢比较用大刀。啊，这个大刀他喜欢的哦。OK, 现在跟他开，给他油热，然后要炸。放这个锅，这是什么肉来的？这个、鸡腿肉啊。哦，鸡腿肉哇！有人的名字叫李有钱，哇，这样有钱啊！你有钱还是李有钱？姓李，对，应该姓我有钱，没有人姓我。今天会中多多吗？今天会中多多啊！哇，今天多多很多钱哎！是吗？我不懂啊，我没有买。我没有买哎。很多人排队，我没有买。OK, Hi Regina, 你好。这种锅就不可以用铁铲啊！这种锅就不可以用铁铲 ，OK。OK, 鸡肉跟它下去。油不用很热啊。油不可以很热。OK, 油不可以很热啊。不用很热。差不多变白就可以了。煮给它变白，等一下要炒啊。变白，等一下我要炒的。煮给它这样炸，给它变白色就可以了，不用很热的哦。对，只是过一过油而已，这样子只是过一过油哦。差不多六七成熟就可以拿上来。差不多六七成熟就可以拿上来。等一下还要再炒的。过油，对啊，过油，旁边那个煮不会太久、对。给它去煮那个鱼瓢汤关小火啊，会滚就好了给它会滚就好。好，这个鸡肉跟它煮七分熟今天有啊，我早上有教你就跟他讲接下来可能要换应该是星期五哈、OK, 我们星期五开始可能会换成是中午直播哈、
中午直播，我们会正式写给大家知道哦，可能是会换成下午直播，要不然就不是我直播了，因为我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六哦，我都有做工的哦，我有做工到六点多七点我才回来，哦，等我回来他们才直播，整个家饿死了，全部饿死了，所以我们应该是在午餐的时间直播，大概几点我会跟你们讲，不过是星期五才开始啦，哦，星期五。星期五到这个星期三也是一样，五点上班，五点上班。因为要配合他们的时间啊，他们有工作。晚上不行。要去学校。好了，我星期五开饭。好，这个到这个星期三都是一样时间哦，星期五可能要换时间了，好、哦。哇，今天多850万，所以很多人啊。现在还可以买，还来得及。啊，还来得及。啊，哦，昨天我姐姐会做星期三的，然后星期五就换下午。啊，不可能，她永远做吗？哦，今天还是要我自己做，所以可能换时间。嗯、哇，但现在炸那个蛮光啊，妹。啊，对，把那蛮光。好，里面剩下多余的，跟她拿出来。啊！那莽光也是下去哦，沙格下去。沙格刚刚放下去啊。比较容易熟。这莽光是缺，沙格是缺钉啊，缺钉。Hello， 肌肉。跟肌肉一样缺一粒粒。OK， 肌肉缺一粒粒哈。哇，这莽光哈，哇，这样好玩的，煮这个。刷一下哦，等一下会比较容易熟。为什么我这样看？我觉得这样煮，这样很好玩，这样。你这样很好玩哦，你看这样炸东西，你这样很简单这样。好，然后那个鸡肉跟那地干那个油分，好，然后他们这样子， okay. 哇，好了，哇，蛮光只是这样随便弄弄就好了。啊，这一下子那就等一下比较容易熟了。等一下要炒哈。啊，对。不弄。等一下，慢一下。然后把这个洋葱放下去，放下洋葱，跟它放下去，炒一下。Hello， 哇，当金号来了 ，Hello， 当金号来了嘛你 ？Hello， 那朋友来了。Hello， 李立昂，你好。好 ，OK， 这洋葱跟它放进去。Hello， 李大哥，你好。对，现在开什么火？中火啊！嗯，开小一点。炒给它香啊！嗯，不要太大。我妈妈讲这个那个，这个下面这个、啊、这个哈、哦、induction， 这是 induction cooker。啊，它很受热的，很快热的。啊、把蒜蓉放下去啊，蒜头碎。蒜头放，把我妈妈讲火比较难控制啦，平时用 normal 的火煮，它比较厉害哦。啊。这个不是 induction 是什么、啊？哦，这 ceramic 在前面哦，比较容易。啊，这 ceramic cooker 啊，放很少油哦，他们讲。因为这边有油了嘛。哦，因为那个鸡肉跟莽光有油了了，哈、哦。啊。啊，这个锅是 induction 跟 ceramic 都可以用哈、哦。来炒一下，炒到它香哦。啊，炒到它香啊。刚才有一位大姐问为什么这么少油啊？因为我们鸡肉跟莽光都有油了，啊、对，这边所以我们就不放这么多油。Hello， Lake Poylin， 你好。莽光放下去。哦 ，Lake Poylin， 你好，今天第一次看我们直播哈，欢迎你哦，欢迎你。那莽光放下去了哦。OK， 莽光放下去了哦。OK， 现在跟他炒一炒。OK， 大家好啊，我们这个星期三会照样在一样时间直播5点半。这边有点蚝油啊。蚝油放下去。OK， 不过星期五开始我们会换成下午了的，因为我晚上要做工。啊，这个我Sally 讲这个锅我妈妈很喜欢，很好用啊，谢谢你。鸡肉下去，蛮光放下去，鸡肉放下去，跟它炒一炒。哦，这道菜很特别哦，蛮光炒鸡丁。
好，它炒香，炒香哈，它炒一炒。我放一点点水就好了。好，我们放一点点的水进去。对对，把面粉刷那个锅，好不？对。要 hold 住那个锅呗。对。Hello, YC Ong from Sydney， 你好。From Sydney, Australia， 哇，澳洲都有人看你煮哎。嗨，翁修混，你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接多一点点哦，因为这个芒光哦，它的水芒光会变成有点淀粉这样哦，你下去它就有一点黏黏出来哦。啊，所以不用那个勾芡啊。嗯、哦，所以刚才这样炒一炒。芒光有一点黏性的，煮了它的淀粉会出来的，你看。啊、哇、哦。你看。我们没有加什么粉，它都有在。啊，也不用什么调味料，因为刚才我的鸡肝里面有，我的鸡肉里面有放一点酱青了哦，现在我就是放一点蚝油。Hello Betty， 你好 Betty， 大家记得帮我们分享哦，谢谢你的分享 Betty， 看到了，谢谢。很简单的，很简单，非常简单，你看这样子，好炒一炒，哦，你可以拿一口下去，哇，很好下饭的，一口里面有芒光又有鸡肉，刚才已经有那个是有什么？我放了水，然后黏黏了哦。你看，对，好了，它有点黏性了。它有点黏性，因为芒光自己本身就会有黏性。而且鸡肉刚才已经六七成熟了哦，现在就不用这样说了。妈咪 Betty 问一点，下午几点？我们12点做好了。大概12点哦。12点这样了哦。我们中午12点，你们有空看吗？好、哦，我没有看到我的分享，Nancy 有看到你的分享啊，好，我们大概12点，中午12点啊，给你们容易记哦。好，我们换成下午12点哦，我们 try 一次，然后星期五我们做12点的直播，好。啊？哪里有外卖？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哦，妈咪要问你几时煮鱼头？鱼头啊，你要煮什么鱼头？当天哦，那天他给我鱼头啊，拜山啊，拜山。好、哦，妈妈讲拜山，当天好。啊。啊 ，very good cook, like to follow， 谢谢你 ，Jenny 哈、哦，谢谢。Are you sure it's Sally not potato？ Sally 这个不是 potato， 这个是芒光，沙格不是 potato， 同分。啊？腌饼。腌饼。哦，这个不是 potato 啊，真的不是 potato， 这是芒光腌饼哦， sugar。好，谢谢你 Jenny 咯。OK， 我们现在要继续看我们的那个汤啊，妈咪。嗯 ，OK。啊，你汤放过来这里煮。啊，这样啊。烧啊，拿住啊。给它放过来。现在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白菜鱼飘汤啊。对。哦，里面有那个我们的那个斯里兰卡的那个。兔身也是，好，兔身也是放在这里。好，现在我们要加我们的其他的调味下去了。好，这个锅，这个 honeycomb 锅可以蒸啊，可以炒啊，可以煮汤。12点有另外一个直播，不知道可以吗？啊，哪里的直播？下午12点。好，可以煮砂锅鱼头，鱼头也是可以啊。我们有煮过是吧？砂锅鱼头有了。也是可以重煮啦，你们要我们也是可以重煮，不然我们 每次煮到没有东西煮了，我们煮到300-400道菜了，来我们、哦、哇，你看这个汤煮到有点奶白色，奶白色了、哦、看非常漂亮、嗯、这个汤，把这个菜哦，白菜硬的先放下去哦、啊、白菜硬的，那些硬的白菜给它放下去先，好，那些硬的白菜放下去给它煮。所以你现在是开什么火？我开中大火啦，给它滚哦。啊，开中大火，一品锅也是可以啊。啊 ，soup look soup， 对，那个 soup 白白这样很好喝，里面有鱼飘啦，然后里面有海参、猪大骨、白菜。鱼圆啊。你要放鱼圆的可以哦，潮州人喜欢放鱼圆的。啊，你要放鱼圆啊。芋圆是我的孙喜欢吃啦。芋圆啊，来，芋圆在这里啦。等一下，除了我的孙可以吃。不要放在这里，等一下另外加啦。另外加了，不要放在加了，放、okay 哦、下变成芋圆汤了。
不要加。Hello， Rosemary，Thank you， 谢谢你。滚哦。好。可以啦，一起下。哦，九零后阿姨，十二点直播，凤随是九零后嘞，所以。那个马来西亚的是吗？秀秀啊，安迪秀秀啊。不是啊。啊，我不知道谁，我没有追的这种，我没有看的，所以我不懂随机点播。我只懂说阿哥跟安迪是一点半哈。一点半，所以我们不要跟他一样比较好哈。啊，刚第二 K 是一点半啦，所以我们不要来放一样时间哈。没有，你们可以去看。你们也可以去看他们的频道啊，哈。过后，那其他的我不认识了，我没有去注意的。来放一点盐跟胡椒粉。盐跟胡椒粉调味哦，马来西亚的哦 ，OK OK。啊，马来西亚的我只懂两个而已，我懂表弟好。放一点鱼露。放一点鱼露，放一点什么？鱼露。鱼露跟什么？你刚刚放什么？盐啊？盐、胡椒粉、盐、胡椒粉哦。马来西亚我只知道两个而已，表弟好主意啦，还有Mr. Hong Chicken 没有 ，Auntie Sue 我没有看、啊、我通常煮汤很容易的，就是盐、胡椒粉、鱼露。啊，盐、胡椒粉、鱼露，我妈妈讲煮汤很容易的。猪大骨、姜鱼。啊，猪大骨、姜鱼。如果煮粿条面汤，你就加黄豆，那我也会。黄豆，酿豆腐汤也是加黄豆、姜鱼、猪大骨。好、哦，就是这样。安迪秀是六点哦，安迪秀是六点哦。我知道有他有煮啊，不过我很少看，没有什么好，我只知道表弟啊，阿红总啊，我就知道。然后新加坡的我只知道阿嘎跟安迪而已，其他的我没有看。这个放这个、不要用手了哈、哦，不圆不要紧了哈、哦。有五个，不要用手了。OK， 不要用手哦。好，妈妈讲用汤匙也可以，不用用手的。好、哦，这样子。大大块大大块咯，新年你们可以煮啊，等下煮的红红很漂亮的，然后可以煮给你的家人吃，哦，团圆饭团圆饭你们可以煮这种，哦，表弟也是五点半、哦、，OK OK OK， 我们应该是十二点啦、哦、因为星期五的一点哦，我要去教书的来、因为要配合他们做工的时间，因为这个不是我负担啊，是我负担几点都可以啊，半夜十二点我都可以啊，你们要看半夜十二点我都可以。哦，都是马来西亚的哦，马来西亚的我只知道两个而已啦，其他的我没有什么看，哦，啊、大米娘惹啊，很多了哦，四点半哦，哇，你们真的是知道到完了，你们每个都有看啊，我不知道的，我很少看的。阿红是1358点哦 ，OK OK， 我、妈妈头以前哦，就是在以前我妈妈有看啊阿红啦，看表弟啦，然后我就啊，不然你也 try 啦，要不要玩玩一下？然后你一做就做七八个月了，啊，妈咪他们 Jenny Pay 有讲可以加扁鱼啊，可以，我有扁鱼 啊，扁鱼也是可以加，哇，你们也是很厉害，知道可以加扁鱼。这边有这个扁鱼粉的，也是可以放。哦，你懂哪里买吗？扁鱼粉。扁鱼粉哪里买？等你一用，等下每个人要懂哪里买了。扁鱼粉啊，这个暂时还没有，但是，你是哪里买的？那个很，但是他新加坡没有出哎、啊，他只给我一包哎、啊。这个是不拿什么？马来西亚的啊、我们没有啊，我们就一包哎。我就你用啊，我很怕你用哎，你用了，等下很多人会问哦、这个扁鱼粉哦，你放汤很香哎。不知道要看哪一个、你没有讲我忘记要放一点扁鱼粉很香、没有我教你啦，你两开两个电话一起看，一个 iPad 一个电话一起看，不然你就跳来跳去看哦、we intend to cook 看重播啦、if we intend to cook 的是一个 mama on day night then still need to 哦妈咪、如果人家第九第十天才要煮那个海参放在那个冰柜比较好哦，第九就是它泡到第七第八天了、可以继续泡在水还是要放在冰柜、用泡这样煮啦，八天九天，你给我放在冰柜，然后你要煮的时候不用蒸水、就算是第九天、第十天也应该放冰柜了。啊，这样放冰柜比较好。啊，沈丽丽，我妈妈讲你泡到它好了，最好是放冰柜，不要泡太久了。哦，会不会咸呢？不要再泡多两天了，最好是拿起来收在冰柜。好，沈丽。好吃。好，新加坡的我只看小妹啊、谢谢你啊，姐你丢酒汤啊，妈妈讲。喂啊，这是丢酒汤姐。啊，丢酒汤姐哦，妈妈讲。啊，这些放河鱼啊，放你要放鲍鱼也可以啦。啊，鲍鱼啦，放那个鲍贝啦。新年的时候哦，你可以煮这个当鱼的火锅的汤。对对哦，你跳来跳去看啦、也可以，好、跳来跳去也可以。啊，你新年的火锅汤哦，你可以用这个来煮了。好、可以用这个来煮、
那有里面有白菜啊。说这个锅哈、哦，这个锅是我们的那个304的这个加厚304不锈钢啊。妈咪拿那个 box 来，我就不用讲， okay. 来拿那个 box 过来。哦，这个锅是100块送你两个 steamer， 你们看到后面这两个 steamer。哦，这样子，来你拿锅，那你这样跟它放在上面，你给它盖起来。你下面煮汤，这边可以蒸东西。啊，这边可以蒸东西，可以放到三层的。不过你现在买它有 promotion 哈、哦，给你，它不是不粘锅哈、啊、，OK， 它是那种不锈钢，你怎样敲啊都，怎样刮都不会坏的。你如果下面煮汤哦，你可以蒸鱼在上面蒸。啊，then 可以蒸鱼 ，then 哈、哦、那个锅铲给人家看一下，然后送你一个多一个锅铲，他讲两个那个 steamer 来蒸了，然后还有送一个锅铲，锅铲你可以选，你可以选要全部铁的，还是你可以选那个 silicone 的哦。啊 ，Jenny 也是啊 ，Malaysia， 哎也是潮州人啊，读错，然后 Malaysia， 丢丢那个锅铲是铁的，嗯，然后锅铲，然后也有那个 normal 的那个 silicone 的，所以说你买的话是这样子，是一套咯哈，100块一个锅。两个 steamer， 一个锅铲，一个盖，100块哈、哦。你 online 付款就是免邮哈、哦，货到付款加五块 ，OK， 这样子，哦，100块 ，OK， 它可以拿来刮的哈、哦。哦，每年过年我都煮在放海参、鲍鱼，对，可以放鲍鱼哈、哦。I cook this soup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对，丢丢囊都这样子。这个哦，你可以来做火锅汤啊！啊，可以拿来做火锅的汤也是可以。好、哦，这个白菜汤煮了做火锅汤也是可以。啊、OK， 可以先煮了放。OK， 你要这样子，你要倒出来吗？还是这样放就好？啊、这样放给他们。这样就好了啦。啊、好。好 OK 啦，表弟5:30跟你一样。你11:00没有煮熟悉女王哦，哇，你们真的是懂很多嘞，只看你。妈妈，哦 ，OK， 哇，你们真的是什么都有，新币，对，是新币，这是新币，哈、哦。这个哦，他卖25。妈咪来拿那个刀给他刮一下，哎，这个 steamer 哦，自己本身就是25块，二十五块、啊，一个是25块。25就50了，那个哦是10块。这十块。就50，等一下这个窝就这样40块喽。啊，所以这是整套100块的 ，OK， 你拿那个刀来跟他刮一下。啊，这个可以刮了，你看，可以拿来煮螃蟹了，煮了没有了、啊。但是你们煎蛋煎什么东西一定要热锅啊。哦、OK，、哦、我第一次学会泡海参，谢谢小妹教导，不客气。改天我拿来炒看的味。嗯，改天我们来炒一下。好好 OK。那刮这种怎么样刮都不会，你炒螃蟹啊，你怎么刮你就看了。它是不锈钢来的，好加厚的，这个是加厚，不会重也是啦。OK。啊，你拿那个整个 box 来给人家看，会不会重？拿整个 box 来，来拿那个整个 box， 我拍给大家看。好、哦，这个就是这样。它有些 non-stick 啦，但是、哦、我还没有试过它来煎东西啦。啊，你要真正 non-stick， 你要拿那个百万锅啦，哈、哦，这个锅 ，OK，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比较耐了，这个锅怎样刮了，拿刀刮都不会花的、哦、OK， 就是这个，这也是 Hokki 的、哦、大家可以买来 try 了，我们家的非常好的、哦、OK 啦，就是这样了，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所以刚才我们的第一道菜，我们第一道菜就是这个，哇，从上面看非常的漂亮哦，这个白菜那个鱼条白菜汤哦，里面有海参的，来找一下你的海参在哪，给他们看。我的海参啊，我的海参。今天我拿那个。我们看鸭咧咧讲你是新加坡的骄傲。哪里？啊，讲你是新加坡骄傲。哦，没有啦。那我看到了海参在上面。因为我放今天放不多，放一点点而已。看啊，我们海参放不多啊。今天我放不多，因为每天吃海参啊。海参是配角，今天海参是配角。因为他们每天吃海参吃，放多。海参哦，在这边，你看我们的这个没有放多海参哦，煮了这么久，它还是有在啊，没有溶掉了啊。很多人有问，哎呦，海参煮了会不会溶掉啊？我没有放多啦，你看我们的海参煮了还是有在的哈、哦，不会溶掉的。我们大最少开大火煮了45分钟了，直播多久就差不多多久了。好、哦，这样子，然后我们的第二道菜哦。啊，第二道菜是这个，好、哦、沙格那个肉丁啊，鸡肉丁。好、哦，我喜欢小妹的比较接近我想要的食谱哦。那么是丢酒囊啊 ，Peking。好、哦、，OK， 这个锅多少啊？新花，哦，这个锅的是32 cm 啊，对，32 cm。所以啊，刚看到你的那个 message 哦，32 cm。Hello，Mr. Dio， 你好。OK，
所以今天就是这样了，这两道菜希望你们会喜欢哦，大家记得帮我们分享分享哦，分享分享 ，OK， 爱心爱心 ，OK， 觉得今天喜欢今天的直播的朋友，可以帮我们刷一下爱心再走吗？哦，按一下那个爱心，爱心，按按按。新年要到了哦，煮一些新年的、吃的东西。现在我们每天要煮新年跟新年有关的哦，尽量啦哦。我已经做过五香了啦，但是有些人建议我再做一次，改天我要做多一次，你们要吗？对对对，要不要我叫我妈妈再做多一次五香？她讲很多有问啦、不过我们做过了，不过我们还可以再教做多一次五香咯。新年可以吃。等有些贵，我们也可以重做哈、我们可以重做，但你们可以 suggest 我们看看哪一个人家喜欢 ，OK， 我们就可以，我们就煮咯，再重复多一次，跟你们重复，然后你们可以问问题，现场可以问问题哦，那我们可以回答你现场哦。OK 啦，就是这样了。OK， 拜拜，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记得这个星期三还是5:30啊，星期五我们试看一次12:00，下午12:00我们就换成12:00下午直播，好不好？等我们看反应怎么样哦。12:00了，那个天气比较比较下午哦，哇，比较亮一点。因为他们做工的时间要配合他们的时间，对对对，要配合我们做工时间哦。不然要赶回来很急啊，5:30。当我赶回来晚上8:00了。也是跟阿红一起煮。我一个人不可能做。好、，OK。没有人帮我拍，我不会。好、，OK 啊，就是这样了。好了，今天直播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收看哦。OK， 拜拜。谢谢，拜拜。拜拜，再见。